属于我。我就想干点什么。你干嘛？我也要让那个方佐和秦飞他被那个畜生下了麻醉，很快就会醒过来。你放心吧。你为什么要帮着他瞒我？你说小花猪让我做事情，凭我的个性，我能怎么办？既然他那么想躲着我，那就让他躲着吧，不要告诉他我来过。我不会告诉他你来过的。秦伯伯，对不起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啊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竟敢伪造诊断书，装病来骗我们。小左
是不是因为这个才逃婚的？不是的，秦伯伯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因为那个狐狸精才会这样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动他父母留下来的老宅？啊，你这么做，对得起我们秦家，对得起方佐的父母吗？啊？ 秦伯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婚礼也被你亲手给毁了，啊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，我们两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我和你爸说好了，你还是回美国去保胎吧，结婚的事再说吧。 秦伯伯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让我回美国好不好？我不想回美国。秦伯伯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我是您最满意的儿媳妇，你不还说过吗？你希望谁我能成为你们秦家的继承人，我爸一定会帮他的。秦伯伯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让我回美国呀？我想留在这跟方佐结婚生子，我求你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告诉你，以后。 我不会再因为你和你们金家再强迫小左了。秦伯伯，秦伯伯，不要这样，我不能离开这，石楠，都是因为你。 我叫秦飞，什么方座啊？对不起啊。哎，他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跟你说，小花猪，你担心死我了。我真怕你醒不过来，你醒过来我这样就放心了。我现在马上去给你弄点吃的，是不是很饿啊？哎，秦飞，哎，他有没有来过？来过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喂，李叔。 我可以不告诉你爸妈，不让他们担心。但你出院了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回家。嗯，谢谢李叔。小花猪，你真的不打算告诉爸妈？嗯，免得他们担心。也是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吃东西吧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。哎，大块的吃肉。啊，来吧，吃点，来一口，来一口。我不想吃。这吃一口嘛，给个面子，好吧？你看我啊。 嗯，老香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红烧肉杠杠的，你就吃一口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吃不下去，我也吃不下去。来来来，我不吃，吃嘛，不吃，我不吃，烦死了。就吃一口，真的很好吃，你就来一点嘛，好吧？来来来，试试。哎，你烦死你！他根本没有经过你现场，他当场就跑了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要不警察来了，那个人早就被封锁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 我现在就告诉你了啊，吃饭，吃。
去哪儿了？没有看到方总。没有。还没来，这都几点了？这怎么还不来？那么久呀？再等等吧。怎么回事？方总不在吗？不在，金小姐，今天是和 LH 公司的项目审批会，我们也联系不上方总，真的是急死人了。知道了，我来解决。我是绝对不会去美国的。小王子是吗？干嘛？石楠，我犯了错，对不起。但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，所以我不能不要那个孩子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知道吗？更不争气的是，当我知道你和别人有了孩子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办法怨你。我是真的好爱你。我不同意。
我也不同意，我不在意那个孩子，因为那是方佐的孩子。你给我闭嘴！爸，您这次再反对，我都不会离开他了。我顶嘴！老师，叔叔，你要大吉大利吧？我一定会跟他结婚。就算您不同意，我也会这么做。 放过，你让我这个伪楚国的闺女过去就当后妈，你这她算什么真爱啊？啊！你爸，我一定会给她幸福的。如果亲家不同意，我会跟亲家断绝任何关系。爸，我绝对不会再离开她的。 哪怕你今天打死我们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。走，我走。说，我今晚想借下这儿。想干嘛？别管了，借不借吧。 包场可是挺贵的，说，赶紧的，就。钥匙，给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位置最舒服。 看我干嘛？走啊！来，拿了。 这么喝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了我们的爱情。你上上上上上上，为就是为了我们的爱情。开心吗？好。好，咱们再来。 为了什么呀？为了世界和平。来，干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想你，你知道吗？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你要结婚的时候，我有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一次不是报恩，不是。那就好。 什么？相亲？